脚扭到角色扮演我有一套，但我志气比天高。你出怪招，我变成一个陪衬，疯狂骄傲，将我套牢。一条路见到石头不石头就喊出赢的去跑步，一刀三个哭，一石头哭哭，二十秒哭哭，三十八秒不屁股两个哈欠哈欠哈欠凑凑，花花没礼貌，真是受不了，你心差点。承认，我才是冒牌的老公，冒牌的后爸。本来这个家就不是我的家，早晚也要离开的。我们已经改赌，你回来是不是为了妈的遗产？怎么大家都知道我回来偷钱了？这位就是我的健身教练 David。小心宵小，你要什么都给他，千万别伤害我女儿，我求求你们。用行动证明。舒姐的性命果然比我的白布鞋都来得重要。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你过得很好。大卫，麻烦你把他们带回家去，以后不要再来吵我了。珍妮，等你愿意跟我说实话的时候，再打给我吧。你想在苏博豪之前看到我的裸体，套着我的初吻，你要怎么跟他解释清楚？那两个灵眼一定听出来是我打电话雇佣他们的。原来荣哥早就告诉过我，他的真实身份是个冒牌后爸。是男人，就用男人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不要让心爱的女人流泪。如果你愿意回去好好当个爸爸，把保险箱原封不动给我摆回去，其他的事情我自然有办法解决。谢谢荣哥，我一定会重新做人的，我一定会重新做一个好爸爸。荣哥，赌徒说话都是屁话，听就算了啦。阿龙，朋友归朋友。我们可是有业绩压力的，我一定要把他账收回。我俩，我都俩。所以你帮我24小时监视他，有没有乖乖做珍妮他们后爸？还有你，快想办法帮我借钱还他债。啊？他什么？不要说我没给你们江湖赎罪的机会啊！你们好好去玩啊，下午呢我再送好爸爸自制三明治给你们啊。再见。怎么办呢？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可是叫我继续在那边当好爸爸，简直就要我的命啊。不会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吧？啊，我想找珍妮。珍妮还没睡醒呢，我去叫醒她啊。不用了，我刚好想跟你说，直接到外面聊一下吧。哦，哦，好好好好。这次欢迎打电话跟珍妮道歉。喂，每次都是我在道歉，你总要有一次道歉吧？请你离开珍妮。我想来想去，不管你真实身份到底是谁，珍妮都不可能会喜欢上你的。你可能误会了。快打电话给珍妮，我们就可以将功赎罪了。之前我的确误会了珍妮，也可能因此伤害了她，所以我才想以男人的方式跟你解决这件事情。珍妮是我的女人，所以请你不要再苦苦的纠缠珍妮，让她感到为难。我很了解珍妮的，她就是这么一个善良的女生，
所以才不忍心伤害你，拒绝你。我知道了，所以我要先离开了。对。对不起，我决定用阿武教我的办法解决和 David 之间的问题。David 根本不是我喜欢的人，我喜欢的人只有你。怎么办？你真是傻得太可爱了。喂，荣哥。我把人跟丢了啦，要不要我帮你搬？你就饶了我，让我拿那个钱就还债好不好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还钱。你当我是笨蛋啊？等到你想到办法出来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千万不能一错再错，让珍妮她们姐妹失望难过。还给我放手！你放手！你不是游泳池吗？怎么那么快回来？游泳池今天公休。保险箱打开了。你们现在眼睛看到了，跟你们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哦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不是应该在外面跟苏博豪甜蜜蜜吗？我只要先回来换了这身衣服。不要岔开话题。你在我们家干嘛？地板上为什么有个保险箱？我在做什么？我当然是回来偷保险箱的。之前我在你们家做牛做马，竟然没捞到半点好处。用骗的骗不了，当然只好回来用抢的。没想到又给他坏了我的好事。我真的没有看过像你这么白痴的大骗子。本来我也是很想相信你的话，可是你的演技实在烂到爆。我是说真的好不好？哪有在演戏？阿文爸爸，你刚刚真的掰得蛮硬的。是吗？可能连小白都骗不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自甘堕落，我猪狗不如，我这样怎么能当你们爸爸？上次你偷了钱就落跑了，妈妈嘴巴上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可是她背着我们，不知道哭了多少次。妈妈曾经说过你一定要回来，可是在她死掉之前，你还是没有回来。这些话你们怎么都没有跟我说？对不起，我真的很对不起媚英，也对不起你们姐妹。开什么玩笑！不准再对不起！你再对不起，就是在侮辱他们死去的妈妈。你老实跟我们说，你跟妈妈相遇的故事是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跟媚英真的是在赌城的旅行团认识的。哎，你那巧克力先借叔叔吃，叔叔赢了以后呢，就买一堆。给你，啊，那，叔叔吃一口就好，一小口就好，好吧？你不要再哭了，你再哭吧，丢去喂白老虎，我跟你讲。喂，好，不要哭啊，乖啊，不哭不哭啊。你叫 David 是吗？我想我寻寻觅觅的男人就是你了。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么疼爱小孩子的男人。所以说，我妈误会你很喜欢小孩，就跟你闪电结婚。她常跟我提起你们，希望我可以做你们的好爸爸。可是我真的做不到，
I'm sorry.我也对不起你们死去的妈妈。拜托，你根本没见过我妈妈。我在梦里常常见到她。我拜托，我要好好照顾你们。可是我却做不到。珍妮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舒姐、小凤、小英联手出了坏主意，雇佣昂昂爸爸来顶替乐华的大位，然后又欺瞒着你。珍妮姐姐，是我坚持要欺骗你的。你要骂就骂我。原来你们真的欺骗了我。珍妮，是我叫他们骗你的。少啰嗦，等我算完舒淇舒姐的账，自然少不了你。哎，龙哥，我也要跟你说对不起。之前我误会你的人格，现在又没办法戴罪立功，所以我……你来乱什么？没看到现在场面已经很乱了吗？我要找出你们以前的照片，看看你们是不是冒充我妹妹。我还没练成变身术。我们又不是故意要欺骗你，是你自己突然跑回来。那个，我插一下话哈，我们要不要先叫大卫起来，然后你们姐妹要吵一吵？哎，人嘞？刚不是还在吗？奇怪，会不会去厕所啦？他在卫生纸上留话。对不起，请你们当作没有我这个后爸。再见。妈为什么老是喜欢这种不负责任的烂男人？走了也好，苏姐不喜欢天天赌钱。我从来没有把他当作是爸爸。龙哥，惨了啦，保险箱里面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啦。中邪了！哦，想跟我比谁比较会忍是吧？小心有臭屁攻击！你还有后面不耍白痴啊？快来不及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！哦，又是你，你又要乱搞我的梦！拜托，我是来帮你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只要一过十二点，你就会像灰姑娘一样，从王子变成癞蛤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么瞎的话你也讲？那明明是骗小孩的童话故事哎！你不相信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不帮你了。昨晚我们诈骗全台北，好不容易在这堵到大卫，你全都忘了吗？大卫，你不能走，苏杰、苏杰他们需要你。就算你再烂，也还是他们祭拜。算我求求你，不要丢下他们绕跑。放开我！我要是不快点去翻本，一样会被讨债的砍死啊！不会的。人家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只要你愿意留下来，我们可以转当污点证人。跟警方合作，把那些讨债吸血鬼一网打尽。龙哥说的好，是我都想留下来了。哇！靠！趁我不注意，给我使出金蝉脱壳这一招。龙哥的身手，怎么可能只中那么小小一脚就倒了？只可惜，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脚上到底藏什么暗器，才把龙哥撂倒的。唉，别说是你，就连我都想不到，世界上居然有人比你脚还臭。现在人都跑了，
你说该怎么办？老规矩，当然是去吃猪脚面线去煤气啊。猪脚面线什么时候可以吃？不过有一件事一定要先解决才行。龙哥啊，有必要这样搞吗？当然有。我要是告诉他们，大卫宁愿使出金蝉脱壳这种烂招，也不肯回来当他们祭霸。你说他们怎么受得了这种打击？怎样？我们就是老爸跑掉，老妈死掉的坏小孩啊？怎样？古惑女珍妮，够辣，我喜欢哎、欸！喜欢你个头啦！他们三姐妹哪是当大姐头料、啊？所以下场一定是……放不出去！放出去！来人啦！放我们出去啦！放我们出去！饶哥说的对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变成那样。所以待会你就站在门口，一动也不要动，头发不要乱动。假嘞！我会告诉他们，大鱼爸爸其实没有落跑，只是想要出国拿金牌，最后再衣锦还乡回来接他们。珍妮、舒淇、舒姐，你们看我把谁带来了？大迪、大迪哥、大迪叔叔，这样都骗不了你们哦。对不起，我让你们失望了。就算你们要骂我、怪我、打我出去都没关系。龙哥，吃咸酥鸡啊！这种时候你还给我吃咸酥鸡，装可爱啊！庆祝大卫再次的绕跑。龙哥，吃鸡屁股啊？不会吧？你们真的一点都不伤心难过、啊？那保险箱的东西耶？搞不好你妈除了性感写真，还拍了更限制级的东西，真的不用拿回来吗？拜托，那保险箱一摔就坏了，哪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啊？更何况，我妈再怎么蠢，也没有这么蠢吧？哦，那没我的事，我跟大力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好像忘了一件事，舒姐，东西拿出来。阿龙爸爸说要当露雅公主六个月的爸爸的，所以不可以再跑去住高原了。唉，看在你任劳任怨、耐操够、动桃的份上，我就勉强答应你继续履行合约，当完最后一个月的冒牌爸爸。真的，我又可以当爸爸了。大弟，我又是阿龙爸爸了。报告，有说台风要来吗？那不是台风，那是我的杀气。阿彪，哎、欸，难得来我们家串门子，哎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来来来，哎、欸，少跟我攀关系。你们认识一个叫大卫的吧？他把你们的房地契拿来抵债，我是来赶人收房子的。阿彪，大兄弟一场，有事好商量嘛。哎、欸，睁大你的眼睛，我不是阿彪，我是他的双胞胎哥哥。刀，阿彪，你该不会忘了这条疤就是你害的吗？啊！居然还敢跟我称兄道弟，大力，有这回事吗？要比刀疤我屁股上多的是，谁像他那么小心眼啊？不是阿彪更好，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扁人。等一下。不要老是用暴力解决问题嘛，动动脑筋，不然被人家笑说我们头脑简单四肢发达。
张金好戏、啊！忍者施展连带攻击，大披萨！勇哥，是谁暗算我们？看清楚没有？没有，可是有人把灯关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可恶，这大发票出手够贱的。勇哥，你挡了先，我回去抄家伙再来。好，那我先去换保险丝。看来能保卫这个家的，就只有我了。把下流的眼睛，你想叫我们卖身还债？少废话，再不乖乖滚出去的话，小心我把你当做人肉保龄球给打出去，当做人肉烤乳猪喂狗，当做人肉红豆萝卜给蚂蚁咬。我当好国民，报警抓你。哎，我是标记应收账款企业社总经理，今天的讨债业务啊，全属合法行为，我又没有开枪动刀了，警察抓我干嘛？既然没刀没枪，谁怕你啊？我们就赖在这里不走，你能拿我们怎么样？可是打火机可以放一把火，把这里都给烧了，然后盖一间北台湾最大的槟榔摊总店，怎么样？如果没地方去的话，我可以勉强考虑把你留下来当槟榔妹。当槟榔妹，那不是要气死我吗？那死不瞑目。苏杰、苏琪，我们誓死要保护我们家。这就是保护房子的方法。那当然，没听过君子报仇三年不晚，更何况好死不如赖活着。有种我们走着瞧。郑杰成语真的很烂。哎，你们怎么闪那么快啊？我才去洗把脸换保险丝而已，你们偷偷跑出来了。嘘，大家注意，10点钟方向。你大妈刚好出来倒垃圾，我们镇定一点，笑着挥手，抬头挺胸，假装我们要去出国度假。哦。房子都没了，谁笑得出来啊？这是我们唯一的家。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房子很重要吗？你们等我一下。各位观众，相信你们对我真正的身世还不清楚吧？虽然大家对我那红颜薄命的老妈已经熟到不能再熟了，是我那风流老爸，你们还不了吧？虽然他一天到晚都在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可是他年轻时凭着一手切阿弥功夫，可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风光极了。好了，区区一间豪宅又怎样？只要我打一通电话给我老爸，他一定马上帮我们把豪宅买回来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我现在就打电话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我爸一定是忙到没有时间接电话，没关系，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去住五星级饭店。请输入卡片密码。叫你们看机，你马上出来，不然我就砸了这台提款机。哎，银行经理早就下班了，你叫破喉咙也没有用，而且搞不好是你自己花钱花光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昨天才用这张卡转账缴了电费。你缴谁家电费啊？当然是我们家啊。啊？可是我上个月就帮你自动扣缴了。啊？你该不会是……你被诈骗集团给骗了？大家不要担心，现在就打电话给我最好朋友 Amy 跟阿健。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开心，我们住他家的。艾米，一呆啊！哇哦！啊哈！やめて！谁这么无聊打这个电话啊？やめて！艾米现在好像不太方便，我在跟阿健。阿健。晚上我能不能借住你家？没想到我们家楼上搬来一个通缉犯，警察现在正在抓人，我好害怕哦。阿健家里刚好也有事，我看我们今天只好……我知道，我们要借住好好他家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谁都不可以把这件事情告诉好好。
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阿荣是冒牌的，也不知道那个 David 根本不会什么太极拳。现在要跟他解释清楚，已经有点太难了。所以，我们来玩黑白黑白菜吧。露雅公主不知道为什么要玩黑白菜。我们用黑白黑白菜来决定今天要睡哪家大卖场。现在大卖场环境很不错哎，什么东西都有。来，阿荣来，来，黑白黑白菜。喂。卖场都打烊了。啊！今天是假日哎，公园流浪汉超多了，根本抢不到位置。啊，那我们学名人跟佐助到荒郊野外练习变身术。哦，野外蚊子超大一只的哎，我今天去睡那个不用钱的八星级套房。啊！有这么好的地方，你不早说，还不快点带我们去？走啊！荣哥，荣哥，太好了，你们还活着！我磨合了好久才回到家，真怕来不及救你们哎。等一下，这也不是大地家吗？你说的八星级套房不会是指这里吧？哎，聪明哦！天上有北斗七星，再加上大地这个明日之星，不就是八星级套房了吗？来，大家请进，请进。算了啦。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这里好了。浴室在哪？我累毙了，想先洗个牛奶澡。今天太晚了，不能洗哦，要等到明天早上五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早上五点捷运才开嘛，啊，这里房子又不包水电，所以我跟大弟都到前面捷运站洗澡。今天晚上一人一个保特瓶，应该够了吧？应该够了。这要干嘛？哦。这里也没马桶。什么？哦，荣哥，你多的是机会偷看珍妮睡觉，今天先让给我看呐、啊。看你个头啦！我是怕他们想家睡不着，所以特地来唱催眠曲给他们听。晚安哦，晚安，再说一声。明天见。吵死了！把我叫龙叫。龙哥，你们怎么样？奇怪，我小时候流浪街头的时候，每次上练打烊棒这首歌，我都可以睡着啊。没想到这里床小、枕头小，连电风扇都可以小成这样。苏姐、苏琪，你们还没睡着吧？我想翻身哎，数一二三就来哦，一、二、三。苏姐，帮我抓一下背啊，好痒哦。苏姐，不要抓我的脚啊，会痒啦。露雅公主的两只手都在这。苏琪，你又把小白抱进来一起睡哦。死小白！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。小强！小强。又名神猪强。六年前我们跟神猪强火拼的时候，失手砍出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刀疤彪？不是，那天我们是替牛肉江出头，所以是带超生的牛肉丸去海扁他们的。我知道了。玛丽台风那一天，我们在夜市帮兄弟维持，不小心砸错了摊子。对啦，杂货摊老板娘，我们已经认她做干妈道歉啦、啊。哦，这次我真的想到了，在我决定退出江湖那一晚，你喝
太多把错妹，害我们跟隔壁吃宵夜的狠狠干了一架。不可能啊，那天我们是去钓虾场，坐台的妹妹长得非常恐龙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哦，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气笑。你马上打电话给阿彪问清楚，叫玉阿哥出来。妈妈，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怎能让妹妹住这里？只因我太没有用，请你保佑我，今天一定要扣到老爸。万一扣不到嘞？不可能啦！漂星人这种超自然生物都有可能存在，世界上就没有不可能的事。尤其以我当爸爸的经验，这种接到女儿夺命连环扣还不回反应，实在太不正常了。啊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我们真的跟哈利波特一样没有家了。苏杰、苏琪，不要怕，我愿意无条件续约当你们爸爸，要几年都 OK。停！你们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听好了，就算联络不到我老爸，我也负起大姐的责任，当你的依靠。太好了，我暑假报名了很多才艺班，补习费总共是38000元。我和胖妹报名参加第一届动漫扮装大赛，制装费12000。哎呀，珍妮姐姐现在没钱啦，可是阿龙把她上个月薪水还够，我去拿。停！我瞧不起人了，难道你以为我只是一个胸大无脑、外表美丽的花瓶啊？当然不是啊，我又不是瞎了。不要逞强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凭我的美丽跟才华要赚钱太容易了。珍姐姐有什么才华？我可是天才苏伯豪的完美女朋友洪珍妮，找工作有什么难的？我闭上眼睛，随便都可以找到一堆钱多事少瞎打屁的工作。什么？珍妮在找工作？还差点没被我坑哎！为了钱。我知道，珍妮就连当洗碗工都没有忘记要挑选我最喜欢的下午茶餐厅，所以我马上就用行动来支持她。我看你是来 A 免费的下午茶吧，只可惜啊，你不知道珍妮从小就是富贵命，尤其是她那双富贵手。珍妮打工不到10分钟就被老板 fire 了。啊，你怎么不早点解啊？哦。Amy， 你不喜欢我珍妮，还跑来这边 shopping， 会不会太没有人性了？是你跟我讲珍妮在这里当电梯小姐的，我当然要在10分钟内血拼完毕。说什么我这次也要抢到员工礼券优待。哎，原来你不知道珍妮除了有富贵手，还有个富贵腰。电梯向下，欢迎光临。电梯向下，欢迎光临。所以刚刚30秒前，他又辞职不干了。快点，珍妮摆地摊的地点都在哪里？我就不信我今天 A 不到半点红利。哦，可是我很担心珍妮的富贵脚，做路边摊这行恐怕很吃力。什么意思？珍妮的飞踢很厉害，没错，可是她跑起步来一直都是我们学校最后一名。不要跑！快走！警察大人，在你开我红单之前，我有个电话一定要先打。老爸。不管现在在哪个女人身边，快点把电话拿给她听，因为我要告诉她，这个笨女人，看清楚我老爸那有的可以接烂的风流鼻，她迟早会甩了你的，所以，快点把我老爸还给我。
前个明明就叫白一桌跟我赔罪，会不会太侮辱我？刀疤彪，你给我听好，龙哥从来不求人，要不是想跟你商量那栋豪宅怎么分期付款买回来，你连口汤都喝不到。哼，你以为我稀罕你这碗切干面？要喝自己喝。谁又不准糟蹋我最爱的切干面？好身手！嚯，看你这身筋骨啊，真是百年难得一见，中破筛的奇才。嘿，要不要到我面摊来当我的徒弟啊？我告诉你哦，业绩好的时候，除了薪水，我还可以给你红利。有钱赚当然好啦。不过打工是没问题啦，可是要我阿荣叫你一声师傅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哎。这孩子还不笨，今天呢就让你看看呢江湖中传说的去筋削皮断肠刀。哇，原来你会变魔术哦！哎，那个钟跑去哪？有没有看到？哇！明天中午到我的面摊报道，徒弟。假的！阿彪，你跟我装什么刀？阿彪出来吓人啊？对不起，都是拉他们逼我的。他们说只要敢六亲不认，把阿龙跟陈林赶出去，他们就肯定我的实力，把我家的地盘还给我。珍妮，你最近真的很忙，忙到我们的恋爱日记也空白好多天了。好不容易你有空可以跟我约会，有没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？可是，珍妮，你家到了。不是说好要约会的，你送我回家干嘛？我们不是要去看电影、去逛动物园，还有吃浪漫晚餐的吗？电影，我们看过了。动物园也去过了，晚餐当然也吃过了，我也都睡着了，所以我特别帮你打包回来，怕你等下醒来肚子会饿，等下帮你热热就可以吃了。不用了，我很饱，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，再见。珍妮，不用担心。这次不管是你的太极拳教练、瑜伽教练，或者是你的芭蕾舞教练，我都不会随便乱吃醋。我只是舍不得这么早回去，想多陪你聊聊天而已。千万不要，因为我觉得情侣之间的情话用嘴巴说的实在太不浪漫了，所以无论想要说什么，现在马上回家，用即时通敲我。哦。啊，差点就忘了，我根本没有珍妮的即时通啊。珍妮，珍妮，你要去哪？我刚才忘了我家电脑坏了，所以我要赶快去买一台新的等你啊。可是你那么晚，一个女孩子坐电车很危险。人家说女朋友最好有点黏又不会太黏，所以这种小事我一个人解决就可以了。拜拜，司机麻烦开车。
没想到珍妮这么用心的对待我们的感情，有这种女友，我真的太幸福了。珍姐姐，你踢到的是我。天哪，你们两个怎么了？我马上打119救护车。不用了，我们只是二昏而已。你只要倒两杯水，里面再加一点盐就好了。我真该死，这个做姐姐的只顾约会跟打工，却忘了照顾妹妹。可恶，刚刚忘了跟苏伯还要那么剩菜回来，害得我现在肚子也好饿。那我去倒三杯盐水好了。珍妮、苏杰、苏琪，你们看，我带好吃的吃拉米回来喽。虽然我从小就讨厌吃柴阿米，可这面实在太香了，我就勉强吃一点好了。你们没有留一点给我？今天生意太好，这是最后三碗呢。谢谢阿荣爸爸。不客气。碗先不要洗，先让我停。刚吃太快没有发现，这个葱。你连最后一根葱也不给我。快点告诉我，这家面摊在哪里？啊？就135在新店，246在木栅。星期天有时候会在北投还是中和、啊？谁问你这么多啊？我问你，这在哪买的柴阿米？哦，四号公园，第一颗路灯下。死老头，被我逮到了吧？这你干嘛骂我是不是死老头啊？脚印还是湿的，应该还没走远。可恶！居然使出这招故布疑阵来耍我！苏杰，从我下定决心要跟你告白开始，我每天都来这里等你。可是，你为什么就是不出来？苏杰，东西拿好了没啦？我好像听见有人来嘞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海岛王子。我要告诉你，你是第一个比我白不起来重要的女孩，所以我决定，就算天塌下来，外星人在你地球满天都是狗屎，我要跟你。那么恶心的话你也说得出来？刚刚说很恶心，对不起，请假装用立可白把我刚刚说的话全部涂掉，再见。海岛王子怪怪的，对啊，人家正在吃巧克力双奇灵，还故意提狗屎，真恶心。没想到我写了三天三夜的告白，竟然连胖妹都觉得恶心，我真的太失败了。
力哥经验比较多，阿荣爸爸比较了解舒杰，我应该找谁帮忙才好？舒杰，我大力哥这方面最有经验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哦。真的？那露雅公主就把最重要的第一次交给你了。大力哥他居然抱走了我的舒杰。奇怪，我好像听到白布鞋跑步的声音。哎，你听错了，我们再回去做衣服吧。大迪哥，我最爱的电影叫做《美人鱼大战海王子108回》，所以美人鱼长什么样我最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二手名牌大拍卖哦，九成新三折起。这里这些妈吉擦真好看哦！来来来，名牌的名牌大拍卖哦！珍妮，你是不是很缺钱啊？看你毛孔变那么粗，就知道你一定过得很糟。我皮肤哪里差了？是你眼线眼镜该换了吧？珍妮，你不用逞强了，借钱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。就算你变穷变丑，再也没有以前上流社会的气质，我阿健一样是你的好朋友。所以我把钱都准备好了，因为我们太了解你，知道你吃不了苦，赚不了钱，更没有办法养活你妹。虽然我家的房子没了，我爸闹失踪，我5天换了72个工作，可是我跟我妹都很好啊。这些东西你们不要，就把它送到孤儿院。只要你们不要再误会我缺钱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拍卖到此结束。不好意思 ，Amy， 这些就麻烦你了。气死人了！为什么全世界人都看扁我？珍妮，便利商店老板送我们很多过期的面包和牛奶。吃点心了，滚开啦！我很忙，不要吵我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高中制服了。只要穿上它，我就有钱让舒淇去补习，让舒杰扮美人鱼参加比赛了。哎，你不用为5万块就这样自甘堕落出卖自己吧？你要阻止我啦！就算你愿意冒充高中生到制服店陪酒。可是你这张老脸，人家一看就识破了啊！你说什么？就算我说真话会被你扁，我也要勇敢骂出来啊！要不然我就毁了这件衣服，让你去不了。干嘛啦？跟着我了，只要去制服店陪酒啊！我只是要去第三学堂借钱，最近有学生优惠贷款方案，利息比较低啊。你没有看过电视新闻吗？听说地下钱庄讨债，比上次那个刀疤彪还狠哦。珍妮姐姐，你看，小英用软硕偷偷跑回以前的家，把床单自己做的，后面跟大弟哥也帮了很多忙，所以珍妮姐姐不用给我钱了。那你还没有带什么其他值钱东西回来？说不定我们可以拿去当铺换舒淇的补习费。我不要上什么才艺班了，现在比较流行当女总统，我只要专心读书就好了。舒淇，怎么连你都这么善解人意？要不是显得我这大姐很没用。谁说你很没用啊？像前天你不是有做咸蛋糕，虽然很难吃啊，可是也让我拉肚子连拉2天，成功减肥3公斤。珍妮姐姐虽然不小心把小英的衣服洗成粉红色，可是很漂亮，连旁边都问我说要怎样洗才能染成这样。还有，虽然珍妮姐姐睡相很差，但是一早就把我跟苏姐踢下床，所以我们已经学会不用闹钟就可以清醒了。我真的有这么能干吗？有，珍姐最棒了。好，那以后家事通通交给我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照顾你们，当你的好姐姐。没想到苏博豪会当真，现在有话都不直接讲，
不是上网密我，就是传简讯。今天约我出来是想要真该死，早知道今天出门就应该穿新内衣的。快过来躺着吧。这么快不用先聊聊天吗？不用，可是我查过书，先做体操的暖身也好。心理准备都没有，就这样直接来。哦，那你是要先吃苹果，还是先扮上催眠曲呢？什么意思？你小时候不是有个梦想，想像白雪公主一样等着王子把你清醒吗？我看你最近睡眠严重的不足，所以特别想这个办法来跟你约会。你是让我让白雪公主躺着睡觉？嗯。我会等你睡到连黑眼圈都消失了，再像王子一样的把你清醒。好，我要睡，我立刻就睡着。阿健，还是你够朋友哎！中奖还记得约我一起来吃大餐，是我该谢谢你才对吧？明明是你抢到钱约我来还 A 一顿的。你没中奖，你也没抢到钱。刚刚应该先问清楚才点菜的，要不然陈老板还没发现我们白吃白喝钱落跑。好，数一二三，一、二。今天老板不在。那桌法国菜我请的，早说嘛，干嘛浪费钱请我们呢？一定有目的吼。人家说不好才不是这种卑鄙的人呢，对不对？厕所锁起来了，你们进不去的。你干嘛要这样整我们啊？我也不想这样，可是如果不这么做，你们绝对不肯告诉我郑怡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那还用说，就算要拉在裤子上，我也不会出卖珍妮的，对不对，艾米？对。不对，只要你赶快把这个臭死人的阿健拉走，要我告诉你珍妮怎么样被他击败，还要破产，现在寄人篱下住破房子，还要赚钱养他妹，这些惨事我通通可以告诉你。我抗议。抗议冒牌坊没有劳健保，我抗议黑道上门讨债，我抗议有人相信 ET 却不相信有天王星人，我抗议抗议钱怎么这么难赚。阿荣，你确定这种工作有便当吃还有钱拿吗？哎呀，放心啦，我跟大力去过很多次啊，这种工作最轻松，而且老少咸宜，最适合全家一起出游啊。那等一下，我去拿渔夫帽跟墨镜，免得被 SNG 拍到。哎，就是要被拍到啊！而且讲一次话有500块哎，只可惜大力不在，不然他每次都抢着记者麦克风说个不停。谁叫我是天生的明星呢？只要一上镜头，我的表演潜力就会被激发出来。哎，臭鸡蛋带着就可以出发啦！不行，今天我有重要任务在身，龙哥你。你，所有人今天有再多的场子都不准去。为什么？
因为阿彪为了将功赎罪，帮我们找了比这个还赞的工作。先让我上去，我见证你。我比你早一秒到的，我先上去。谁叫你要倒霉当我女儿？我昨晚一把就把你输给巷口李老头当那二奶了。我不要。你不要？那我就抓着丫头抵债，给我消消火，顺便当我将来儿子的奶妈。苏伯豪，你还在这里干嘛？海岛王子，你来找露雅公主吗？有话都跟大王说。刘芙蓉，可我一直把你当成可敬的对手，知心的妈吉，正义的好爸爸。没想到你居然烂赌成性，还逼你自己的女儿下海还债，你太可耻了。大弟哥，虽然我很痛你脑袋草白不写，可是我还是很尊敬你。谁知道你竟然连苏姐不放过？拍打！阿平！再拍打！再出笼！苏哥哥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苏伯豪干嘛把阿龙当面团了？用力啊！狗熊龙，冷战！大弟哥到底做了什么，让海岛王子那么生气？我不要你帮他们两个找那个工作了。我不知道，基本你们这场动作戏。快速转八圈啊！知道了，苏宝在做人肉大披萨。这一拳为小英，这一拳为露雅公主，这一拳为苏杰。原来海岛王子在替我打架。停！我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这边的苏哥哥，你打错人了。害惨我们家的不是阿龙爸爸，是大卫爸爸。不，亲爱的浩浩，请你相信我，虽然我骗了你，可是我和阿龙之间真的是清白的。不要再说了，你们两个孤男寡女住了那么久，谁会相信你们清白的？等会儿，不相信算了。可是我警告你，最好想清楚点儿。要是敢抛弃我的珍妮，这辈子就别后悔。你的珍妮，总算说溜嘴了吧？我祝你们幸福快乐。好好，你要走。张姐姐，你终于醒了。不好意思哦，没想到大家演技那么好，才会让苏伯豪那么入戏。我要跟大弟哥道歉，没问清楚事实真相就误会你。露雅公主也要说对不起，不然跟海岛王子说我搬家了。你们能不能先告诉我，苏伯豪人在哪？他跟阿龙爸爸在谈判。谈判？我不要这种结局。
方程。有你的，已经一打了，你居然还挺得住。你也不烂、啊，告诉你，能跟我这样轻松留影的没几个啦。天空几只鸟？想唬我？没半只。那我有几只手指头？五只啊。错，我偷偷将小拇指举起来，所以答案四只。你果然喝醉了吧？你把我灌醉想干嘛、啊？人家说酒后吐真言，你总得确定你待会说的都是实话，才能跟你谈判吧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、啊？怎么没有？既然你只是一个留职停薪的冒牌老爸，而我。又是珍妮如假包换的正牌男朋友，发生这种事，当然应该由我来照顾他们吧。你少在那讲大话。虽然我是冒牌的，可是我为他们做牛做马，好不容易才有了感情。你以为我会把他们交给你这个只是长得帅的男人吗？除了帅。我可以证明我比你更有能力照顾他们。你敢接受挑战吗？怕你是乌龟。说的是真心话吗？干嘛要哭？珍妮这样不是很幸福吗？反正当完最后一个月后吧。我都是要离开他们。谢谢。怎么会一个客人都没有？你该不会把整间餐厅包下来吧？天哪！通常这种时候都是准备要求婚了。今天我也该把我秘密告诉你了。老实说，我们家在全世界一共有108间高级的法国餐厅，每一间都比这一间大10倍。108间？难道这期财经杂志封面上面那个餐饮业女大亨就是你妈？没错，既然我已经给你承诺。所以，也该介绍你跟我妈见面了。见面？你是说今天吗？那我要先去洗个头，补个妆，顺便换一件可以衬托我气质的礼服。不用紧张，我妈在巴黎走不开，本来想用微信连线跟你见面的，可惜今天天候不佳，只能用电话聊聊。啊？那我要跟你妈聊些什么啊？音乐、歌剧？国际股市还是好莱坞八卦？其实，通通不用。阿罗，我妈跟你说话。Bonjour, qu'est-ce que vous êtes? Bonjour, 我叫珍妮。
W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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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e. Bye bye.很少人能在我妈面前讲超过十个字，你刚才居然做了十一个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我妈都说些什么啊？其实有些单字我也听不懂，不过意思大概是说，以后的事她都帮我们计划好了，还问我罗浮宫前面那个豪宅，要是送给我们当结婚礼物，我们喜不喜欢？我真的要飞到巴黎当贵妇了。想不到苏伯豪竟然是货真价实的王子，亲爱的王子。哦，亲爱的公主。既然我们是王子跟公主，从此以后就要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没错。王子，我想要去非洲跟大象一起吃早餐。No problem。下午我们去南极跟企鹅喝下午茶。OK OK。晚上我们去埃及，躺在金字塔前面看星星。Trust me, we can make it。啊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达成了。小子还想人，这女生也生气，你不要了爸爸了吗？要不是我现实，帮你们找个有钱的姐夫，你们现在还来姐姐在洗澡、啊？因为他们吃了多少苦，结果嘞，他们不需要你，就一脚把你踢开。苏杰，其实我要跟你说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还不想要喜欢？我妈不是不想怀见你，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你跑得了一些，跑不了一辈子。是。你最近听到我的呼救声，跑来救我了，可我真的好害怕。为什么听不见正义的呼救声？当爸爸自从知道你要离开以后，难过到不能吃也不能睡。你爱上阿荣了，阿荣爱上你了。希望我的牺牲可以换来我们永远的幸福。爱情不是个简单的名字，我们有着不同的解释。哦，你说的是，我说的是，我们在天平的两端，永不静止。哦，分开的瞬间，仿佛曾有的一切已经都消失。用最悲伤的姿势，泪水把你养成模糊影子。我分开的瞬间，仿佛曾有的一切已经都消失。用最悲伤的姿势，用最悲伤。Thank you.